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的一期《吃瓜二人转》。在我身边的就是 X， 我们今天来到哪儿了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 Hollywood Hills， 有好多明星住在这里啊，包括 Lady Gaga 巨星，还有 Ariana Grande， 还有蜘蛛侠的演员呐、Tobey Maguire、Quentin Tarantino、Ben Affleck， 谁都住在这里。为什么呢？景色超级美。哎，我们来看一看景色啊。然后之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房子是2300万美金，比起咱们上次看的60万、70万房子了，哎呀，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其他那房子我都不想想了，对吧？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了，带大家看一看这么美丽无比的一个句号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我们参观的豪宅在好莱坞山顶上，能俯视整个洛杉矶 downtown 以及海景。好，那这个房子呢太高级了，我跟 Rain 哥呢，哎呀，没有办法，水平不够高啊。所以呢，我跟Rain哥介绍这个地方啊，我们真是哎不够这个资格。所以呢，我们今天请来一个名人，就是呢《华尔街日报》啊这个千人超级地产经纪商 Cindy 来帮我们介绍这个房子。Cindy， 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Hello， 欢迎两位帅哥，哎，欢迎来参观。好，首先请 Cindy 啊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豪宅。没问题。这个豪宅呢，耗费了这个建商6到7年时间，就是拿个 permit， 很不容易啊。而且这个因为在山头上，它的这个建造的这个要求非常高，要不然的话，你想要抗震啊，对吧？抗震抗灾，不能说灾吧，但是少抗震，来、所以它的钢筋都花了几百万，就是建这个打这个钢柱钢筋。所以说，而且的话，这个建商和这设计师呢，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建筑师和设计师，他的客户都是什么 ？Nicole Kidman。Nicolas Cage， 哇，好厉害 ！Sharon Stone，right？ 全是 Johnny Carson 都是他的客户、，OK， 所以说他也是什么，可以说是好莱坞，包括当当洛杉矶这边一代非常有名的明星设计师和建筑师。所以说咱们是非常非常荣幸，今天我可以说他也是给我们的这 special permit 来看看 permission， 应该说 special permission 给我们来看看这个豪宅。这个豪宅现在面积是多大呢？他以前也是10000平米，现在也是10000平米。哇，是吗？全新房子吗？全新。全新的，全新房，从来没有人住过，没人住过。它占地呢是1亩，1亩的地，它旁边还有2亩的地可以买，也就这个呢要价是2300万，旁边2亩的地呢是可以套餐，便宜一点，原要价是1500万，现在可以1200万。哦，这么便宜就能拿下来呀、打骨折价就可以是连成一片啊，超级豪宅。对，因为这是一个山头，它有一个什么，是有一个私家车道，一家私家车道上来的话，这整个山头就3亩，所以这整个山头，而且旁边的都是比较高的那个，不能说是悬崖，但是应该说是那个什么山吧，可以说是，所以说基本上是根本爬不上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和包括它私密性都非常非常高。哇，我也看见了，因为这个没有墙，大家可以看见，所以呢没有墙没关系，没有人可以进来，没人能爬，这么厉害的一个山，因为开始有大铁门，对不对？对，有大铁门，而且同时的话，建商还花了100多万建了什么那个铁的栏杆。他还额外的，其实别人也爬不上来，但他为了以防万一，还要再加了一圈栏杆，就花了100多万建这个。所以说，原来这个地的 owner 是好莱坞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名字我不能说，因为是 privacy。这个演员就是年纪大了过世了哈，他就在过世之前呢，就等于是跟这个就卖给了这个设计师、建筑师，所以这他是很多年的心愿，要在这里建一栋豪宅。来我们一起参观一下吧。OK， 我们一起看一下。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简直是超级无敌漂亮，好，那边就是 LA downtown 是吗？对呀、而且在那个后边那边就是海景。因为你们来太晚了，所以海景就错过了。但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是 sunset， 就是日落黄昏的时候，再晚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看到晚上的夜景，非常漂亮了。哎呦，真的是好厉害！而且你看这么 open 的一个 plan 啊，不过呢，下面的人根本就看不见你们，所以我觉得这个设置现在是非常厉害，是，也就代表了这个建筑的难度系数之大。没错，因为建了这么一个高陡的山头上，你看这下面非常 steep， 没人可以上得来。然后，而且的话，屋顶都非常低，你根本看不见屋顶。你在这里的话，感觉就是在飞机上一样的感觉。好，非常非常好。所以最开始啊，Cindy说了，地产税是1.25%，哎，地产税不高，但是呢，加上这个房子的总价，每年这房子的这个税还是蛮高的。所以这个只能算是什么叫做土豪级别的房产了。是，也就没有人在乎这个地产税了。当然，同样要持续性收入。Cindy 啊，您知道吗？最开始 X 问我。一个问题，说是问我啊，中了3000万的一个彩票，你买不买这房子？我算了一下，每年的地产税是25万，还是算了吧，这房子。对，这持续性的一个收入啊。Rain 哥，这个逻辑就不对了。你看，你中一次彩票，你就要继续买彩票，继续中，所以你可以买得起这个房子。这是什么脑回路？这是我的脑回路，厉害呀！来，我们看看房子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它的正式客厅。正式客厅你可以看到，正式客厅和它的 entertainment room， 也就是娱乐室，中间只隔一个这么贴
漂亮的大理石的那种，就这个是 natural stone 啊。哇，这是一整块的大理石。整一块，它前后各有一块。拼起来的，而且它是一完整的，非常完整的。你看它这个 texture， 对、啊、这个 texture 非常漂亮。这个不是平的，它不是平的，特意留到这个 texture， 这种有个凸凹不平，这样的话它才有那个什么，它有质感。哇，这个 feel 好像把一个大理石就搬起来，然后帮放在这儿，就是大自然那个感觉有没有。没错，没错，而且下面还有这个壁炉，它是可以换。还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哎、嗯，非常漂亮。这可以放木头，然后它烧了吗？还是没有，这是玻璃的。哦，玻璃的，对。哦、OK， 明白。那这是客厅，我们转过来这边的话是一个庭院。庭院后面这边过来就是它的什么 entertainment room， 你可以看这里的话可以有四个电视机哈，你想想看，四个电视机你可以换各种不同的台，或者是用整个四个电视机看同一个台也行。哇，这个灯好漂亮，对吧？这些灯哈都是这个设计师自己设计，然后量身定做的。所以现在目前我们看到所有家居全部都是量身定做的吗？90%都是。哦，是吗？我听说这些灯呢是法国弄的，对吧？这个是像这个不是法国，这个是另外一个。我记得这个是应该是设计师他在本地找了一个专门做那个玻璃的那个人，那个什么也是工艺匠，然后做出来的。然后我们待会去他的主卧室的话，就是法国进口的一个那种古董级别的那个灯。然后这个的话，家具也是按照它的大小尺寸和它的风格，完全是设计师设计定做出来的。就是能保持家居或者是一些台灯啊。一致的一个风格，装修风格。没错。然后你看这旁边，就这是 entertainment， 可以看电视。然后后面这边呢，就是它的什么吧台。哦，吧台。哇，这里有放冰的，有喝酒的这酒柜。哇，这里应有尽有。就是这个吧台，我特别喜欢的颜色。你看这个套，这时候也都是 natural stone。哇，也是。但它的 texture 也是质感非常不一样。对，好厉害。所以呢 ，Rain 哥下面会展示给我们他特别这个鸡尾酒的一个技巧。来 ，Rain 哥，请。我刚想说，这个是我家的话，好 ，X 啊，来我家做客，好不好？我给调一个酒。哦，这是什么？我都没见过，我太 low 了，是不是？是有一点点 low， 不过没事，好吧，是接受你的润啊。这里已经有做好了的酒，你直接可以喝了。直接可以喝了，上来。其实这个房子太厉害了，因为这么多东西都是专做的吧 ，customize。是的。所以你住在这里有一个国王这个感觉啊，你有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没错。所以是非常厉害、非常霸气的一个感觉啊，我喜欢。来，我们再看看其他东西。行啊，我们去看看那个这次客厅。好，我们看一下。这是客厅，看吧，我们来，这是餐厅。哇，这个餐厅我特别喜欢，它是左边是主教，右边是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哇镜子，这样的话就显得空间更加的加大化了，就是很宽大，更加明亮。而且它这里可以坐的这个餐厅的话，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那绝对的，那种都觉得流连忘返，就吃完饭都不想走了。对啊，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风景之外呢，最厉害是这个玻璃。像润哥呢，润哥其实吃饭的时候不喜欢看饭呢，他喜欢看自己。这样的话，这食欲非常好，对不对啊？而且呢，我就坐在这边了，因为我吃饭的时候喜欢看美酒，美酒一来呢，500瓶放这里可以容纳500瓶美酒。对 ，Rain， 我知道你自荐，没想到自荐到这种地步。我没有，那是爱死了。我慢慢来，叫住来了。所以这些画呀之类的，这些都是收藏品。收藏品，这个是您设计，您应该是您画家的作品。对，都有签名的。对，有签名，都是那个业主的话，就是他其实是房子全新的，他没有住过。OK。是他的那个可以说自己开发了建的一个这个豪宅啊，这个呢是他的一个收藏的一个艺术品。对，虽然我是看不懂，但我们知道它很贵，好吧？看不懂的润哥真是这个循环代表人类的一个挣扎，所以呢是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就上我们日常生活，对吧？好，下面看一下，下面东西。哎，你特别能够看到老回路的与众不同啊，这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厨房。哦，这个就是厨房了。厨房特别漂亮，他厨房的优点在哪？两个灶台，这也是大理石的。这个不是大理石，这个是应该是台面。它这个是非常 special， 它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我特别喜欢它颜色有点淡的暗紫色哈，然后跟这个白色正好是什么，有点那种颜色上的那种冲突 contrast， 非常漂亮。你看这个炉灶，它这个都是全面玻璃的，而且这个呢点开了的话，这是德国牌子 Miele， 点过来它这有什么抽油烟机。哦，这是抽油烟机，我上次在下面，对，我还想着呢，没有抽油烟机。哎，我知道一个东西，心里您都不一定知道。哎，来看看这个，我知道这是什么吗？电冰箱啊！哎，电冰箱，不过是超级大的一个电冰箱啊！电冰箱好大，这个我装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电冰箱是整体啊，跟柜子合为一体的。它这个是完全是包到这个。包在里面。包在里面，所以说你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是电冰箱，它是 building 的。OK， 非常漂亮。
我特别喜欢这厨房，什么特别不一样，是因为两个岛台，所以有很多的那个什么料理的空间，所以你不会说觉得很拥挤。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做饭，在这里做，这是一个可以一按的话，它是上升起来的一个抽油烟机。抽油烟机。对对对。然后对面那个就是什么，可以切菜啊，那个 sink 就在对面。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加那个额外的 sink。那我最喜欢的一点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放什么，它这个玻璃窗呢是可以开关的，然后它是这样拉过去，直接拉过去，然后你在这里洗菜啊或者洗手，你可以直接看去，不仅可以看到市中心的景色，而且还可以看到哪，看到海景。海景，对呀，可以看海景。今天因为什么？因为已经上山了，所以有点水雾，看不太清楚。但是你可以在这里欣赏海景，欣赏城市风景，还可以。这感觉像在做饭吗？我感觉像在度假。对啊，就是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什么，就是美国电影里经常发现的，就是好一个这个在做饭嘛，然后外面好吧，这个在野餐的一家人，对对对，而且方便什么呢？就是你看朋友来这里聚会，然后那个是设计师设计的那个壁炉啊火炉，然后这里朋友在聚餐，然后吃饭拿菜，你自己做好了菜干嘛？不用闹着走出去啊，是直接过来取菜，直接。窗户上递出去多方便啊，非常人性化的设计，来、哎、真的，你看我刷碗，我不喜欢刷碗的，所以我刷盘子的时候我就喜欢看这个大海，看着大海就忘记自己在刷盘子。哎，你为什么还要刷盘子？这有什么？这有洗碗机好不好？我用洗碗机，亚洲人不用洗碗机好不好？各位啊，用的洗碗机什么？是橱柜。对，就是个橱柜。收纳机。对啊，晾盘子了，就是这样子。您知道艾斯之前呢一直研究这个柜子，哇、哦，研究了很长时间。这德国的设计、啊，让我来一下，展示一下。对啊，咱们用肌肉来展示一下。有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柜子呢，啊，其实是两个柜子，对不对啊？不是完全错误，这是一个大柜子。来，咱们看一看，哇，出乎意料的两个这样来打开，这是哪国设计的？德国设计吧。所以你看德国呢，哇，奔驰特别厉害，柜子照样厉害。对，对的，而且的话，别忘了。这里全都是德国家电，哇啦！哦，怪不得这么样的吸引。我觉得德国这个 engineering 就是非常好，非常 competent。Yes, absolutely. Top notch. 看，介绍一下。哎，这什么机器？看你们是。这是什么？这是烤箱，小冰箱。你说的是哪个是烤箱？上面是烤箱，下面这个是烤箱。是的，哎，是个烤箱。答案正确。哎呀，下面这个还是烤箱。烤箱，天哪！你太聪明了。不会吧？拿这个呢？第三个还是烤箱，只是烤箱。回答三个正确，这个房子已经属于我的了。但是三个烤箱是不同的功能，哦，不同的功能烤箱。还有这个呢？这个是咖啡机。哎，对，我就想说这个答案。哎，不是，错了，不是咖啡机，制冰机。No, mocha。就是咖啡机啊！不要猜自己，好不好？真是，对对对，那个太丢人了。哦，对，主要是 Cindy 没有告诉我。好，这个就是冰块了。对，好，你冰块咱就不要整是吧？好不好？来，放下，说正经来。哎呦，这些柜子我发现非常非常特殊。它没有门把手，它没有门，你就直接 push 就行了。哇，这个又是一个客厅，可以。对，这里是什么？这是早餐厅。哇，刚才我们看的是正餐厅，这是早餐厅。早餐厅呢，往这里一坐，这是我最喜欢的 SPA。你看这个，来坐一下，坐一下。看的市中心的景色。来，润哥，坐下，结束，来上早餐。对对对，上早餐。不好意思，先离开就好了，不好意思。没事。这个角度哈，可是今天有点水雾，看不清。这个角度看上去可以看到 ocean view， ocean view， 然后再加上 mountain view。你看对面的小山头，这里住的人，你们之前也提到过 Lady Gaga， right？ 对啊。还有 Ben Affleck， 还有什么 Kevin Costner， 对呀，都住在这里。还有包括那个什么。那个除了 Lady Gaga，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唱家 Ariana Grande，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她。哎 ，Christina Aguilera， 哇 ，Aguilera， 还有什么巨星吗 ？Spiderman， 啊 ，Spiderman， 哎，对，这个 Tobey Maguire， 对呀 ，Tobey Maguire 怎么？我觉得我在受考试啊，我这个没有学习啊，大家不要怨我。所以就可以一边吃早饭一边跟邻居打招呼，可能打不了招呼啊，但是能打电话。哎呀，那个什么 Lady Gaga 过来吃个早餐。啊，对，您这发了哪张专辑啊？对不对？还有什么电影？Studio先听一下，是不是呀？怎么样？这感觉不错吧？嗯，真的是啊，能整个房子，其实给我的感觉最直观的就是舒服，嗯，对不对？嗯，设计非常好。你看它这个的话，这个拉门不仅仅是一条线的，它什么？它是个90度的拉门。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看这里是一个 L shape 的过来的拉门，其实这个还可以过去。你看从这里就直接可以看到庭院了。哦，是个角落，这样是一个角落，它等于是角落，是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个 corner sliding door。哎，所以说这里就完全是像什么？就像那什么叫做无边海那个什么泳池一样的，它这没有边的。像 Infinity Pool， Infinity Slide。对对对。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它的家庭起居室，也就是说呢，
我们家里人自己用的，也就是说你在这里住的人的话，自己在家里活动的时候主要是在这一块区域、okay? 用一个客厅，对，就是副客厅，也可以说副客厅、嗯、然后正对的旁边就是什么，就是它庭院、嗯、也就是内外衔接，你这边有庭院，这边有风景海景、嗯、你看这个这感觉太通透了，超级通透了，对啊，都没有感觉、嗯、都没有开灯，特别亮，对啊，真是都没有感觉你在一个屋子里，因为你看这边你看这边，不看前面不看后面、嗯、就像一个通的一个屋子，对，不是一个小火柴盒，嗯嗯，这个客厅明显是比刚才那个主客厅要温馨很多，对对、那个、感觉，对，所以它色调呢、嗯、这个设计设计的是一种这种黄色，又高雅高贵，是啊，又显得 warm， 没有那么冷，没有，不是冷色调，也是它的量身定做的家具， OK， 所有的包括这些画都是配的颜色都是很统一的，OK， 然后这里也有壁炉，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感觉哈。那现在我带你去看它的健身房，艾斯最喜欢的地方。艾斯最喜欢的地方，对，看我怎么样，练出一身肌肉。我现在已经迷路了，好吗？好，这边有一个洗手间，所以健身房也可以当成的卧室。对，它其实有五间卧室，嗯，但是呢，因为这个一般住这种豪宅，其实反而家里的人很少，嗯、所以说它就是三间是卧室，然后一间是当做健身房，还有一间当做书房。所以但是也可以改成五间卧室、嗯、那这里你可以在这里比如说在这间室你看又可以看到海景，哇、哦、是吗，就是你每个房间都有景色，不管是山景城市风景还是海景都可以看到景色、嗯、哇好厉害，我弄了一个 view 啊，哎不好意思啊，可以啊，我跟大家展示一下锻炼，哎看到海景，这个我感觉可以给 Rain 留下，为什么我是这个跟着我一起装脸，大家一起来，哦，一，然后你看到海景，二，然后看到肌肉，然后一看到肌肉，看到海景，放松，啊，突然间肌肉大了，哇，这边你的胳膊哇，好的，已经是变得特别，哎呀，更瘦，更有型了，我感觉，必须的，对啊，而且我作为一个男子，我的胳膊感觉更粗啊，就是一个看海景的一个这个区别，对吧？对对，没错没错，我们已经，你收费吗？你在教这个课程收费吗？没事，这个房子给我减价就可以了，哎、减价可以呀、啊，哎，是吗？2300万是吧？好，那我把润哥压在这儿，润哥呢非常有价值的人，我把他压在这儿，这房子拿走了啊，好，可以算，OK， 好了，来看下一个。这个呢，想跟大家特别介绍的是这个穹顶哈、啊，包括这个量身定做的这个灯，它是这个穹顶呢，是这个设计师特别想在这个门进门的这个玄关这里啊，加一个特别有特色的那个什么那个亮度哈、啊，是，所以设计了这个穹顶，它是玻璃的，所以说白天的话，这个阳光洒进来特别漂亮。然后呢，为了配这个穹顶呢，那这设计师又设计了一种圆形的这个灯，就是为了这个穹顶啊设计出来的，也是量身定做的。对啊，我觉得同时这个灯呢有一定的象征性，不知道有没有说对啊？嗯，你看一走进家里，哇，突然间变成天使了，对不对啊？啊，天元都变方了，你知道吗？我不懂这个成语啊，不过你看多么酷的一个 halo 啊，对，这是非常酷的 halo。同时你看从这里看出去哈，就是等于从一进门这里过来的玄关里看，这个城市景色，还有包括游泳池。啊，然后你看这个，还有个艺术品，这个设计，这里设计师设计的艺术品，嗯，它就怎么三种像三个框叠在一起，然后的话随着风的吹呢，它会摇晃，那这里感觉是什么？有动态的美，然后同时都透过它看到外面的景色、嗯，就像是透过窗户看景色一样的。哇，真的是，而且我有另外一个就是享受啊，就是说这个墙呢不是平的，嗯，所以你看这个景色的时候，你觉得旁边呢并不是特别的无聊，对对对，好丰富啊，对吧？没错，它这个墙的话，这个它要呢它什么？它是3D 的。对对，就是最近你可以看到它的是有什么有那个凹凸不平的啊，就是这感觉不是特别的平。它这个是，而且它这个呢是有点像那法国的家具一样，它是特意把这个 texture 这个做旧的。嗯嗯。所以你看它这个木头啊，其实这个材质其实它特意做旧的颜色。哦，明白。就像法国的那种家具和包括窗户那个什么玻璃那个镜子都是特意做旧的一样的感觉。然后这个也是艺术品。整个房子的话是充斥的话都是艺术，不管是画还是雕塑都是艺术品。嗯，这跟蓝火一模一样。我觉得看这个房子每个角落呢都不感觉 boring， 都感觉特别丰富，没错，对吧？看哪都是一个艺术品，这也是艺术品。哎 ，Rain 哥也是个艺术品，我也是艺术品，心里是最厉害的艺术品。哈哈哈哈哈。上面知道的。然后这边的话是他的书房，这是我自己本人特别喜欢的位置啊。在这里的话，你看这里看出去。然后这个灯特别漂亮，然后这个的话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灯它这个灯基本上90%都是量身定做的、哦、这个也是设计师设计出来的，还有这个、对啊，都是与众不同，你根本在市面上找不到这种类似的灯，肯定的，还可以调那个
亮度。哦，它是可以调亮度。对，它可以调到上下八度。上下八度就可以调亮度。OK， 哇，而且包括这个家具，你看这个椅子，这椅子其实是那个什么，是是设计师收集过来的，收集过来的，它是非常有特色，你看到没有？非常独特。它这个其实可以把这个垫子可以拿下来的，拿下来的，拆下来的。对啊，这跟裤腰带一样。对对，跟裤腰带一样的，你拆来特别有意思。它每一件东西都是非常有，非常什么？非常有特色，与众不同。包括这书桌也是他设计的，都设计然后找厂家量身定做出来的。对啊，所以刚才润哥坐着没穿上西服，这有点可惜啊，因为对呀，感觉有点不太 match， 哎呀，是啊，我坐一下啊。其实我想说，不要说啊，这个房间完全可以当个 bedroom， 它只不过是做成了书房，因为旁边就是一个洗手间。对，它都是 full bathroom， 它有八间卫浴，八间卫浴，五间卧室，八间卫浴，然后里面的话有三个是那个 half bath。然后其他的东西过不了，所以住这儿永远都不用抢这个厕所。你看我跟瑞呢一起工作的时候，一个厕所，我在那儿坐着想坐厕所，瑞哥在那儿待着出不来，哎，这个房子就没有这个问题。不是，啥都吃。我刚想说，老板，明天下一场吧。等一下，那边洗手间好吧？这边就是景色，又是一个阳台，对，看这个，它这里从这边看的那一头都是阳台。下面就是无边泳池，对，下面就是无边泳池，特别漂亮。对，来，我们下楼看看。来，下面来之后呢，就是又一个客厅了。这个可以说是另外一个起居室，更加私密的起居室，因为它是紧靠卧室。上面那个起居室的话，偶尔你也可以邀请朋友来，也可以在那里坐坐。除了正式客厅，那这个呢，基本上就家人在这里用了。为什么？因为下面这一层的话，都是自己私用的，就是那个起居室啊、卧室啊，包括外面的那些那个泡澡的浴池啊，或者是泳池啊。泳池，对，外人进不来，所以 Rain 哥，如果这个是我家的话，哎，你不能来这一层。哦，哎，这么见外，哪里哪里？其实因为呢，我觉得这里的东西太贵重了，包括这个灯啊，我想让大家看一下，就是特别独特，这个也是定做的，很特殊。对，这个是设计师设计画好图纸以后送到厂家，跟他定做的。对，就是为了设计配这个房子的那个风格，整个格调风格。因为它这个跟这个格，你看这个是定制的这个 cabinet， 这个就是叫。这个是它的小的一个酒柜哈，这个小的酒柜像小的吧台，因为楼上有个吧台是招客人的，但这个小吧台的话就是给家人自己用的。哦，好酒放这儿啊，坏酒放上面，都是好酒，也不是了，也都是好酒了。你看这里的话，就是可以像那什么，可以摆放些艺术品在这儿。然后这个灯的话，这个是一个灯，也是哇，这个是这是个。这是个表，这是灯加表、OK， 你可以灯加表，实话灯表，对，很有意思啊，这个，然后就是走不准，这里有壁炉，然后这里你的滑道立体声，然后这里看来也就是大的拉门，它的前，你看没有注意到整个别墅的话，整个豪宅它的屋顶特别高，是的，有没有注意到？举架高，对，非常非常高，就这个的话也是要额外的建造成本了，当然它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它是要格外的钢筋水泥啊，这些把它搭建起来。这个是非常高，我忘了它距离多少，应该差不多，我觉得应该差不多12到15，应该至少有。哇，厉害，快点！特别高，你看这里，这里那边更高，对，所以非常高。是的，那出来这里外面就是无边泳池了。这里无边泳池，我最喜欢的。哎，你们今天没带那个泳装过来哈？没有，可以展示一下，可以展示一下。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想什么？光腚下水？好吧，这个无边泳池，然后在这里游泳就可以看整个的一个美景，洛杉矶的市景，对对对，非常漂亮。碰到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得更远，看得远远的海景，在那边还有海景。是的，好，我们去一下主卧好不好？好，我带你朝捷径。好嘞，就是主卧可以直接到泳池，从这边处理的。哦，这是小道，是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主卧了。对，很温暖的感觉。对，同样灯。家具全都是量身定做，除了这床，厨房也是根据它的大小来定做。但是你看这个的话，就完全是什么？它这个叫做椅子啊，椅子，应该是这个切尔的哈，沙发，小沙发。这个呢什么？这个是从好莱坞的一个原来的什么古董收集过来的这个架子，然后它重新把它这个设计了，把它弄成像一个花一样的这个包皮的。所以它这个东西是市面上都找不着这种东西的。对啊，你看这灯也是它设计的，也是设计量身定做出来的，就是。为了搭配这个房子的暖色调的这个感觉，然后这里有壁炉啊，然后还有这个搭架的都是 building， 你看这一整一条就是 building， 哦，外汇是整个一条就 building 的那个，漂亮漂亮。然后后面还有背景墙，这个是你能猜出后面的背景墙是一种什么花吗？菊花。
您就知道菊花，不是吗？你知道什么花？你猜还知道什么花？能猜出来什么花吗？白菊花，白菊花，石家庄特别有名的一种，非常 common 的一种啊 ，poppy，poppy。你怎么叫呢？应该是叫做什么？叫素瑶，是这么样说？素瑶。哦，这个我不太懂啊。你要问我素瑶是什么，我就可以告诉你是 puppy。反过来问。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有待考证啊，这个有待考证。其实我看到了这边呢，其实是主卧的门。现在这个是主卧的卧室的床。对，也就是说从这个门过来的话，也就是说你主卧这个门一拉上。哦，之后全部都是主卧，这一条全都是主卧，哦，这一条全都是主卧，这个是它的非常的 privacy， 就是你这主卧一关，对，这一条都是主卧。所以我在想嘛，这个主卧为什么没有配卫生间？在这种豪宅里，其实并不是，卫生间这么走才来的。这边，不是别忘了左边的这个艺术品哦，这个是一个，这是画的是纽约。你在家怎么上画的？是用铁皮画的。那你这铁皮从哪里来的吗？那是飞机上。No， 这是从越南的贫民窟收集来的铁皮，就让我们就这个越南艺术家的，就是说让我们不要忘本。还有很多穷人的话呢，是住这样的铁皮房，用这种铁皮搭建起来的房子，然后他用的铁皮画了一幅画，也是一个收藏品。我把我家东西要放这儿，不要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啊，这个是个细节，很多人没注意到，这个门的木头是包了什么？包了鳄鱼皮的，哎呦，这个门都包鳄鱼皮了。对呀、啊，来，我摸摸，来，这里摸一摸。好，摸一摸，好幸运呐、啊，对吧？没有啊，这是包了鳄鱼皮的。你看，谁会把木头包鳄鱼皮来做那拉门呢？是的，对呀、啊，好厉害。那你看，你走过，你没有注意到？你看这细节。这个设计师注重每一个细节，是的，这边又有个细节啊，发现咖啡机，对吧？还有小电冰箱，因为晚上的话，你可以爬上楼梯或者去厨房，直接可以在主卧就可以搞定冰箱、饮料或者是咖啡机。哇，不用出卧室就可以去拿吃的，好厉害！对，这有两个衣，人家衣柜就比较方便，衣柜非常大。这边呢就是洗澡的地方了，那还用说吗？不是，并且洗澡的地方，好吧？主人男女主人一间一个，对，我分开洗澡，超级高啊，超级高的屋顶。然后这个跟大家主要分享一下，这什么是法国进来的进口的一个古董灯哈，他把它说的设计师把它做成一个这样的像云一样的，他就说哎，这个什么下面是这个蛋形的浴缸，叫做 action。你看那个感觉有没有像蛋的壳？有点像蛋壳 ，right？ 这个有点像。对，然后把这个云象征云的这个古董灯，而且是仅此一个，独一无二。这个灯挂在上面，就感觉你这个在洗澡的时候放点泡泡啊，然后再泡往上蒸啊，跟这什么相得益彰。哇，的确，而且洗完之后，你可以从蛋里面蹦一下出来了，对，小鸡一模一样，就像小那个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一样。啊，对，石头，对我从蛋里蹦出来，当然感谢您，您是能接他话了，我也能接不住。不是，你要学习一点啊，要反应快啊，脑回路要跟那个 X 一样，完全是与众不同的脑回路。这里的那个更衣间在哪里？更衣间哦，你说的是衣帽间吗？衣帽间啊，这个待会再告诉你，先看看外面的风景。哎，你看，你这洗完澡以后，你看也许可以抽个雪茄，或喝杯什么。红酒，我想说奶茶，不过红酒也可以了。当然是红酒了，喝奶茶吗？好的，那天。好的。在婴儿房。好。然后这里看，喝喝酒，然后欣赏一下夜景，抽雪茄，这感觉不要太美妙了。是不是？哇，真是！而且呢，很多美国人我知道，洗完澡之后呢，不想擦毛巾 ，air dry， 对吧？让空气让你身体弄。这个就对了，这个在山头就风特别大，一下不要出两分都全干了。哎，对，就是啊，那边邻居有可能可以看见你啊，不过呢，也是离得非常远，所以看不见。看不见 ，OK， 不用担心 ，OK。那我带你看看这个衣帽间。衣帽间。哎，森迪啊，我在这个厕所里呢，我感觉到来到锦城了，因为我感觉有点这个亚洲的一个装饰这个 feel 啊，你觉得吗？首先纠正你一下，这里不叫厕所，这叫洗手间。洗手间 ，sorry， 对，不好意思。对对对，他这个设计师呢，他特别钟情亚洲文化，所以他这里融入了一些亚洲的风格的设计，像这个扣环哈。这个拉手就是有点我们亚洲中国的那种中式的方形，而且你包括看这个什么梳妆台也是这种感觉，就是非常简洁，然后那种风格就是不完全说是亚洲风格，但是有点那什么，像这拉手就比较简洁。是啊，我觉得非常好。润哥会特别喜欢这边，因为润哥每天起来第一个呢就是化妆，哎，对吧？对于化妆的人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润哥不在屋子里，所以我趁这个时机呢黑黑他。哎，好，你黑黑我什么？现在我知道润哥还会化妆。哎呦，这个算了。
现在我带你们去看 Rain 的最喜欢看的衣帽间。来来来，我们看一下衣帽间。这个呢，我跟你说啊，这毫不夸张的说，我卖豪宅也卖那么多年了，也看了豪宅大大小小也无数，不能说无数，但至少也有很多了。是，这个是我见过的唯一的叫什么？两层的，两层双层的衣帽间，嗯，它有个 mezzanine， 就是除了下面还有上面，你这个旋梯上去，也就是说你这个什么，冬天的衣服放在上面，夏天衣服放上面，然后你换季的时候调一个盖儿。是，挺方便的。也是因为这个举架高的原因，所以它才能做成两层。两层，没错。而且的话，你坐这里，你看选衣服啊，或者拿首饰、拿包包，你看这个风景，照样还是非常漂亮。你基本上在哪个角落，你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哎呦，真的是啊。太漂亮了，有没有感觉这个像是在你们有没有感觉像在 shopping？ 哎，有点像电影里的 shopping 啊，好莱坞电影。我其实特别想跑在上面之后呢，穿一个帽子，然后再问 Rain， 我看起来怎么样子？那样你为什么要诱惑我？我还用诱惑你吗，Rain哥？你已经是我的了，Rain哥，把帽子放下。哇，Rain， 这种话没法接，开个玩笑，我用接。不用接了，沉默是金。就是这样子的，不过这样吧，阿紫赶紧跑上去算一下，他机票都可以下来。好，算时间了，算时间了。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所以我来上来一下啊。OK， 试一下。一般都不用的衣服可以放在楼上，那我经常用的会放在楼下。对，也可以这样的，也可以这样做，或者是说可以换季，上下换季。来看看，好。你看这灯也是。Rain哥，你觉得我穿这样子好不好看？看这个缺心眼子。不要这样，我今晚不跟你出去了。好，然后下来的时候就是特别昂贵的，很妖娆的姿势，就是滑爽了一下。对对对，来，还有一个细节要跟你们大家讲讲啊，给你普及一下，这是啥东西啊？你能看出来吗？柱子啊，柱子。对呀，这不是柱子吗？就是包柱子的这个 OK 东西。这什么？有点像印第安，这是报纸，我感觉像哎。是报纸吗？我说的是这个艺术品，这是艺术，有点像一种毯，就印第安人的那个毯，我觉得跟这个有点相似。但这是用日本的一种那种设计啊，这是什么？是用报纸叠成一条一条的，然后用日本的像那什么，你吃那个寿司，它有那种夹子。哦，对，你要夹肉的话，夹米饭的，就是这种有点类似的这种艺术品，也就是像是我们用竹子编的东西艺术品一样，它这是用这种报纸编的，非常漂亮。它这原来是钢管嘛，因为它的支撑。但是不好看，所以说你设计师的话就特意用了这种别出心裁的这种材料来装饰它。我想问一下Cindy一个问题，这个房子是几几年的？今年刚建成吗？2019年，也是新房子，也新房，但是因为什么？因为疫情，所以说就延误了这个房子的销售。你知道吗？最近我也看房，虽然价位呢跟这个差之千里，好吧，差一点，但是差一点，对，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越老的房子，其实主人的应该空间越小，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主人空间特别大。第一是因为它豪宅这个房子本来就大，但是它也是占整个的房子的很大的一部分。对。这是因为它新的吗？都是它的，对，没错，它设计非常通透、开阔，而且的话呢，都是用的非常现代的设计。你看这个栏杆的话，都是全玻璃的，对，而且的话，还有一个注意到，这个是可以调整的。哎呦，比如你想看看前面，想看看后面，像Rain这么自恋的话，你可以。根本就是 X 好吧？看看，看后面平整不平整？你看这个的话，都是可以看到，都可以看到，都是。看这整个一半，你看这个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角度可以调整，非常好。所以它这个很多方面都可以想，就是很多细节都可以想到了，没错。好，我们看看副卧。对，我们去看副卧。来，这个就是第一个副卧了。对，这第一个副卧，你可以看它这个好像完全是有点像五星级酒店的那种颜色搭配啊，这个床啊、镜子啊都是量身定做啊。我特别喜欢它这个色调，非常雅致，非常素雅。一出来这个卧室，你看这一个拉门，这边就是洗手间，这边是权威的洗手间。然后权威洗手间的话，它的特色什么？它有个非常长高的，就是基本上是跟房顶差不多长高的那什么玻璃窗户，所以它采光特别好，你也可以欣赏外面的景色。Alex， 你要摆 pose 吗 ？Alex， 他是从来不会失掉任何一个可以摆 pose 的机会。对的，刚才那个是机会太好了。对，这是其中一个副卧，然后过来这边的话，旁边紧挨着是另外一个副卧。哎，这个也是一个全部的洗手间，这也是对，这也是那个拖把，然后这个你看这个跟那边格调有点类似，那你看在床上。但也有不同。
你看在床上是躺着，你就可以欣赏外面的夜景。哎，它直接就能出来，出来之后这个大阳台就为你准备。一起床了之后，第一件事干嘛？哎，看风景。之后呢，游泳。哎，可以游泳，对吧？对对对对。我这个 best guest bedroom 呢，比我主卧室。最好是合二为一，直接进游泳池，在游泳池里面看风景。哎呦，那太棒了，更美了，是吧？来，再来一杯那个什么，再来一杯红酒。再来一杯红酒。啊，很方便，而且为什么？因为这边就是小吧台。不用走太远，不用上楼梯，这边就是一个小吧台。哦，这是一个吧台，你看这里还有冰箱，后面还有调酒的放酒杯，就拼酒杯的地方。嗯，你看这里还有一个什么？还有植物墙。哇，这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植物墙，然后看这 countertop 上面那个灯很也很有特色。来，然后从这边过去的话，就是一个台阶，就上了我们什么？上面的院子后院。哎，可以走到这个你趴车的这个地方啊。对对，直接在这里啊。我问 X 一个问题，好，你知道这个房子有几层吗？嗯，两层吧。不是，三层。哎，是吗 ，Cindy？ 喂，哇，没错，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层，我们待会儿可以上楼上去看夜景，还有一个超大的露台。对，还有个超大的，好浪漫，又可以来一杯红酒吧？对，一层一杯红酒，一杯红酒，一支雪茄，嗯，对了，好爽，好爽。然后再带上手机自拍。对了，当然了，要不然说这房子有什么用，对吧？对对对对对。OK， 那我们现在去上面看。好的。看露台。然后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在它的露台，也就是第三层。最顶层的露台，这个露台的话一望无际360度的景色。 OK， 在我给你带你看市中心的景色之前呢，我先带你看看左边这另外两英亩的地。这个就是两英亩的额外的地，它能干嘛呀？这另外两英亩的地呢，这个建商都已经批好了，从洛杉矶政府市政府已经批好了，就是可以再建四栋豪宅。还可以建四栋？还可以建四栋。天哪。对，它是两英亩的话，四栋豪宅，这边两栋，另外那边还可以再建，哦，这边三栋，另外那边还可以再建一栋。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什么，就基本上它就有什么，有四个邻居。如果你要说不愿意要有人跟你做邻居呢，就把整个山头给买下来，总共三英亩。嗯，天哪。三英亩，这个房子是2300万，那个。那两英亩的地呢，给你打包价1200万。1200万，哇，好便宜啊！如果肯定能买下，对吧？我能买地，你买房，咱俩我建，我这样的，我中一次彩票，你中两次彩票，好不好？好，可以这样，可以合作愉快，你们合作愉快，求我是吧？对对对，那每套豪宅呢，是豪宅，每套豪宅基本上平均是5000到8000平尺。哦，比这个稍微小一点，这个是10000平尺的，10000平尺的居住空间，它地是一英亩。那另外四套呢，它是四套和小一点，对对，分享就 share 那个两英亩，稍微小一点，但是你就像我说的，你要是占地为王的话，整个山头你不想跟别人 share 那个什么 driveway， 那就把整个盘下来，这是太厉害了，这个可以说整个房屋应该是最高的一个部分了，它能看到特别美的。对，我带你看看这边的风景，怎么样？在这里什么感觉？有点像那个泰坦尼克号的那个感觉，对。非常非常开阔，你根本没有邻居，没有哪一户邻居离得你那么近。对，有恐高症吗？还是蛮高的。有恐高症吗？这很舒服啊，这个很舒服，很漂亮啊，对啊。哇，整个加州这个南加州都可以看见，太厉害了。Downtown Los Angeles 是吧？你可以看得到Palos Verdes。如果天气好的话，今天有点雾，可能看不到那么远。那你可以看到海。好美啊！啊，怎么样？觉得今天的tour啊，非常好。我觉得Win哥跟我呢，就有一个结论啊，就是说咱们改行，不要做主持人了，咱们改行去抢银行去，抢几次银行呢，能买到这个房子啊？这是个公开的平台，好吧？今天很感谢啊，Cindy 给我们带来看到2300万的豪宅，好不好？这各位观众朋友，你有想法吗？如果说你有2300万，会不会买下它呢？这个是留给这个评论区，好不好？没错没错。如果有兴趣的观众的话呢，也可以再加1200万，把整个山头盘下来，占地为王哦。这个就得中好几次了，土豪们 unite， 对吧？好，感谢 Cindy 啊，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介绍，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个吃瓜二人转的频道，并且呢，可以关注一下 Cindy 的一个地产世界频道，还有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了 ，Cindy。对对对，我们还有地产世界公众号和地产世界的油管频道，同时我们是每周我跟 Rain。我们有个访谈节目 是吧？每周六下午6点，六六做六六顺。对，成 Cindy 地产世界，每周六每期时间下午6点，我们不见不散。OK， 这周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